如果要形容柯文哲，他就是一只水母。那水母有什么特色？水母就是没有心，没有脑，他的嘴巴跟肛门是同一个出口。所以为什么柯文哲经常从他嘴巴里面跑出那些臭的气体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得去讨论柯文哲哪任何的一句话。